这个丝巾是我随缘刷到的，我的白月光啊。因为图太好看，我甚至都能接受我的白皮帅哥变古铜色了。头柄绝美明信片，透子的也好帅。我的另一个本命基德大人，明信片可能因为是全画幅，复古四系的美扑面而来，反而这套的八戒我没有 get 到，这就是我最近收的另一套老古董。躺着的大家都好妖娆啊，谁懂啊谁懂啊，这 X 的即视感。这套没有正品，只有秀衣，也是帅的嘞，姐的帅男人们。